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《亿万大赢家》，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黄世明，在这里为现场。那么今天开的是两点高的强势盘，连续涨了第三天哦。那这个叫做两点高，两点高盘不是三高盘，所以它不可能会收到最高点。那么今天是上来的第三天，那第三天压力会比较大。而且今天有一个特色，成交量扩大，现在已经3450亿了，可见的卖的人也很多了哦。就是成交量大不是好事，因为这才是反弹的第三天而已。那留下了长的上影线，因为面临的17,950点以上的卖压会比较大，所以明天遇到的卖压会比较大一点点，但是显股不显示。那么最主要这一次的上涨由台积电来点火，然后 AI 接棒，整个重点是在 AI。好 ，AI 可以说是法人呢布局的最多。那我在节目中一次告诉各位，你看美股，美股很简单啊，你看美股的方向在哪边？美股基本上道琼是当然是多了哈，那最主要是汇办，汇办最要是汇办。汇办 Nasdaq 是多，汇办走在礼拜五的晚上大涨，那么带动了一些股票。那台积电当然也大涨，但是台积电今天有一个缺点，它礼拜五的时候拉的太多了，所以台积电今天就拉不动了。你不能去追台积电，你今天开高你不能去追，哦，它一定是留的，明天或后天要拉再拉嘛。但是我一直告诉各位，美股重点是在因。伟达一直创新高，就是辉达，另外就是超微在创新高，这两个才是重心呢，重中之重。苹果是反弹而已 ，Tesla 还在跌嘞，大家要注意哦。那这个是 Google 还有 Meta 都是在涨，所以这个很明显呢。我在上个礼拜二的时候，我说季线17150支撑强，显股不显示。AI 首选，今天来印证嘛 ？AI 首选，还有其他的 GU 成长股，成为市场上的主流。整个趋势向上，但是17,800亿点到17,900缓压会开始大。好，那这个很清楚了嘛？方向已经告诉你了嘛？那方向告诉你的答案就出来了嘛？我们很简单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嘛。你要有好的工具。哦，神乎其技，啊，心无多空念，身随世事转。今天你要做多，不容易赚。为什么？做多空，你做多要跑得快。哦，今天很简单嘛，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来看。今天基本上这里拉高以后，一定这个17816以上会遇到很大的压力。哦，这个是我这个是八点多我就公布出去的，好，我们这个是有根据的 ，CDP 就是逆势操作法，那也就是说我会在17816以上来选择做空，十点以上来选择做空，8:40就把它划抓去出去，好，先做空，做空回来17760平仓，哦，这个很简单嘛。这个证据会说话，这个都是我给会员的扣讯。这里做空平起来，你今天也是大概就这一段最好赚而已了，其他的就很难讲了。今天不好做，今天就是可以先多再空，这个是我们 AI 镜头脑里面所显示出来是先多再空，先多再空。那因为在礼拜五的时候，我们的多单全部出场嘛，多单全部出场，哦，那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多单全部出场了嘛，出场就出场了嘛，对不对？17264，哦，多单全部出场，这个多单全部出场，好，这个全部出场了，全部出场，好，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全部出场了，然后重新再来，我们可以看到外资在这一波啊，从20,000多口。现在降到2,000多口了，也开始买多单了。但是今天呢，今天这个盘它告诉你什么样？
的讯息呢，短线急拉又两个跳空缺口，你急拉又两个跳空缺口，你第三个跳空缺口会不会存在？不容易，因为遇到又是高档，遇到是高啊，这里的是垃圾盘强拉，所谓的台积电的关系。那我跟你讲说 ，AI 首选加 GU 成长股，我首选一档股票，文业3036，我从这里就开始，前波段94块、107块到148块，这一波115、125、127加码到现在，今天又涨停板，核心持股来回操作。市场上讲这档股票的人啊不多，因为我是内行的，他买的加拿大的那个通路啊。估计一年可以做61亿的美金，可以赚5亿多。他用1200亿去把它买来，他会跳升为国内最大的 IC 通路商，比他大连大还大。那今天为什么会涨停板？他在礼拜五的时候洗盘，我说五日线不破 ，OK。你看今天就在守五日线，五日线就是145嘛。你看开盘就是守五日线。很厉害，这个操作的手法很厉害。现金增资95块，一般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厂商，现金增资95块，而且翔硕、大连大都去认，那大股东做多清楚嘛？一般都是2倍嘛，2倍的。那你想想看哦，他61亿等于2400亿了，加上现在目前他的1800亿，他的毛利率他是3.3%、4%而已呢。它可以跳升，因为这一个加拿大那个是15%到20%呢，它的毛利率会跳升，把它除以2，大概10几%呢。然后营业额会跳升，但是不是在现在，而是在第二季，因为这个还要经过很多机关的通过嘛，才能够布局嘛。所以它的最好在后年2025年，估计赚15块以上。那今年的话，10块钱起跳。10块钱起跳，所以他今天涨停板一点都不奇怪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不奇怪，因为他通路上已经赢大连大。那今天为什么他还要卖翔硕4500张？翔硕他要卖翔硕4500张，翔硕，所以今天翔硕给他打了都没有攻啊，就利空嘛，啊，这个利空嘛。但是他先跌再下来，因为他遇到利空嘛，他要卖4500张，这个钱就多少？翔硕也有投资他哦，所以他今天涨停板的原因在这里。我们恭贺我们的会员涨停板，我一张都没有卖，哦，一张都没有卖，一张都没有卖，沿路的上来，沿路的上来，三涨停板，连续2只涨停板，文业125。127一路的买上来，我们 AI 金头脑115开始买，127合并效应沿路的上来，政绩会说话了，我都把政绩保留起来，对不对 ？AI 金头脑挑战前高，我有跟你讲，在1月16号我就跟你讲会挑战前高。1月16号的时候，大盘在哪里？1月16号大盘在这里呢，大盘在哪里？在这里，有没有看到？我就跟你讲会挑战前高3036，有没有挑战前高？有，前高在哪里？前高在这边，150几，154，现在156，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来行的，看有无？挑战前高，突破前高，我们都是这样一路的报上来，一路的报上来，沿路的报上来。对不对？18号细爆涨，对不对？再来就是伟创我96.8买的，买的以后给它打下来上去涨停板，3231，一般会员就有了啦。3231涨停板细爆，对不对？细爆拉回早买点96.8，3231。他今天没有涨停板，是因为。这一波有套牢到人，他马上遇到面临套牢的这个跳空缺口嘛，这里有一个跳空缺口嘛，所以他这里会面到压力，今天又爆大量，
所以但是这个拉回都可以买，哦，这个拉回都可以注意的股票，这是 AI 首选，广达也一样 ，AI 首选，广达这个伟创，哦，我拿给你看哈，哦，拉回早买一点，我大概嘛跟你讲，15号、16号细爆，对不对？17号细爆。这个是 AI 金头脑里面所显示出来，广达，广达我是在221块买的，229块卖掉下，我看这个盘还会再上去，226买再攻，广达，这样买进来的，我是这样一步一脚印做出来的，好，所以我在1月16号我就告诉你 AI 首选了啦，涨18.5块，现在2382，来也遇到卖压嘛。很正常，因为这些在250块钱以上的广达到260，对，这就有压力。我上一次卖在260，你记不记得广达？哦，这个广达，哦，拉回早买点，这是前波段所做的拉回早买点，我都把资金保留起来给大家看，这叫做真正的操作。转弱之以万，再不会229，229不会完，我看不起谁，经过波段上来。核心持股来回操作，技嘉也一样。前波段我技嘉做得很好，2376，因为技嘉有散热模组的关系，所以它今天比较不会跌。技嘉有散热模组的关系，你看技嘉，这是我们总统会员的股票，它有散热模组，所以比较不会跌。2376快要涨停板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有散热模组，它水冷式的散热模组。所以这个买股票是有方法的。那我前波段所操作的英业达，我在高档卖掉，来拉回又是一个买点，2356，这个也是强势股，这个都给大家印证。那我跟大家讲过，在国外涨的是什么 ？AMD 跟辉达嘛。那你要知道，辉 AMD 在做什么东西？什么是 AMD 呢？比如说，我们讲辉达大概就是这些股票，这些股票，散热模组，哦，奇宏、建准这些股票，哦，这些股票都成为今天的强势股，在原因在这里。那我们知道，在个股上，另外就是这个 AMD 的就是台光电的、新兴的这一类的。台药啊，这一类台药这里也有了，台光电台药，哦，这个是另外一个 PCB 的族群，台药6274的台药，这又是一个买点，台药6274，这也是强势股的之一，6274，所以你看我们在选股上哦，真的是下过很多的功夫，就是 AI 首选，那当然中美金是我们常见操作，今天没有涨，我也讲给你听，没有关系。这个底部买的，这个无所谓哦。这个股票在高姿态的整理完以后，将来会突破，将来会突破。这个是将来的股票，为什么我敢这样讲？这听我的话，中美金所发展的是太阳能事业跟半导体事业，重点在半导体事业。它投资环球金占51.17%，单单这个就值220块左右，还有鹏程。31，兆元、宏达、宏杰科、鹏程都20几%以上，这个短投资的价值不得了。还有做太阳，太阳能最近是比较没有那么好，它真正赚钱在半导体、矽晶圆，到下半年会发酵，三月份以后会起涨，这个都是像事先的布局在那边的。像立志也是好股票啊，它的业绩相当好，3483。这种也是好股票啊，这一波比较没有那么强，前波太强了，它也是慢慢会上来。那这是我每天跟你讲的股票了，我不会说忽然之间隔空抓一只股票给你看，不会这样做，我不会这样做。好，那你看 M31，我1420出掉了 ，N31，1070买的 N31，好，6643，把这个资金拿回来。为什么？它已经转弱了嘛，它没有再创新高，因为它在选前一直涨，这个是护盘嘛，
现在就不会涨了，不会涨就把它卖掉嘛，把资金拿回来，考虑到资金的效果的问题嘛，对不对？一二六零再加嘛，资金效果问题，我再把它卖掉，买别的嘛。那我们 AI 镜头然后出的是什么？出现的是川湖二零五九好股票出现了，二零五九，这也是 AI， 你看今天就强了，把那一笔钱转到这笔来做，好睡不？就是这样做，一棒接一棒的上线上来。那 AI 镜头脑里面的微影也是一样很强，这个是选首选六六六九，你看又拉到涨停板，这个是高价股了。哦，这一档股票最近表现再创新高，跟伟创一样，它是属于伟创集团的六六六九，哦，一八六五买的，哦，微影今天拉到涨停板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 AI 镜头脑显现出来的强势股。我都有在我们的这个 Line at 跟那个器材网都有在讲这几档股票，公开的给大家验证。智研也上来了，智研三零三五，这个也是拉回都可以找买点，再创新高，哦，拉回都可以找买点的股票。我在讲跟你讲的这些都是最近比较强。其实有一档股票，你叫散热模组的三零一七。这是我们 AI 镜头脑这一次也有叫，今天也拉到涨停板。我们 AI 镜头脑这一笔在298块有较劲的一档股票，奇宏，我们看到在这里，12月15就较劲了，所以中间也有跑来跑去的哈。这个12月15啊，这个是川鲁了，川鲁898，哦，那另外的，刚才我所讲过的台光电。台光电也是我们 AI 镜头脑所较劲的股票，一月十二号381块到现在2383。我不是在跟你讲涨停板的股票，它的现形就是在这边大整理。为什么？这一段完以后整理半年再来涨。AI 镜头脑里面所显示出来的股票啊，也就是说这一次的 AI 真的来真了。最主要是什么？辉达 AMD 大涨。辉达 AMD 大涨的时候，你看到的是，我就在大盘在跌，1月16号我就跟你讲这个事实了嘛，那你就要布局这些股票，你才会真的赚到钱，买对股票赚翻天了。我前几天有跟你讲，上个礼拜三，当别人恐惧的时候，你要贪婪，一样股票两样情，买对股票赚翻天，买错股票是没明天的。AI 我5月16号开始做 AI， 到7月31号。公开的说，这是分水岭，要休息半年。现在一月又来了，有实战经验的老师，有潜力的股票，用我们的 AI 镜头来加持。欢迎你加入我们 LINE 小老鼠 YES168， 我们就是一步一脚印的去做，跟别的老师不一样。我股票不会买很多，不会买包山包海，我不做这一套的。你们现在很多股票是套牢的啦。你们都30-40档股票嘛，包括旅游业他们都有，包括军工也有，什么都有了，涨什么包什么，我不来这一套，我是采取精兵制，不超过5档，有的是3档而已，3档股票会赚钱就够了啦，因为我有五组，我总统嘛，清代嘛，对不对？单股嘛，专案，还有特别会员嘛。这5组嘛，好，我们一步一脚印的做。哈达是对一步一开，啊，欢迎你加入我们抢红包专案，买一送三，先赚先让你享受2个月 K 线教学 AI 镜头脑送给你都没关系，但是要长，你不能3个月叫我送 AI 镜头脑没有道理，要半年以上。你要2合1，你有做股票又有做期货最好。我最近也有很多参加，啊，今天你看一进来我就带你做期货。是实战嘛，17820空，17760平60点啊，不管你今天怎么做，你挂好走，你挂好走来，也就是这样子而已啊，也就是这样而已啊，你不可能空到最高，也不可能补到最低的，不要搞啦，卖个阿片你要搞，对不对？我们一步一脚印的做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。
持用心选股，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。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，唯有摩尔名闻遐迩。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94-6168 2394-6168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。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，唯有摩尔名闻遐迩。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94-6168 2394-6168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做股票做期货都要脚踏实地，一步一脚印，以诚信为主，守遵守纪律，心如多空念，身随世事转。你今天能再去做多的话，风险会比较大，尤其做当冲的人。那你有我这个 CDP 17816，你知道这个数字吗？我开盘前就会给你这个数据，你这个数据以上去空它，再抓个十点空它，回补再抓个十点来补回来，这60点入袋。你今天最好段也是这一段而已啦，你不可能空到最高点，也不可能补到最低点，不可能，不要搞了。我们就是实在的，把数据呈现给你看嘛。它该走空就是走空了，该走多就是多了，清清楚楚，用一分钟线做，对不对？我们一步一脚印。上个礼拜五的留的多单17264，就全在收盘的时候全部出掉，赚400多点，不可能留仓。礼拜五比较不可能留仓，所以今天我会采取空方策略的原因在这里。现在每个股票的现在多头又回入到多头，每个股票的量价筹码不同，那你不要想说赢一点点就跑，赚不到大，输大就继续凹单，不对。你看我们文业115、125沿路上来，现在156了。对不对？我天天给你讲这些东西，也是我们 GI 金头脑里获利最佳神器，快很准啊，对不对？长线足以钓大鱼，短线获利王。不管你做期货也罢，股票也好，你就跟着黄世明的脚步，一步一脚印的做。我们不哗从取宠，我们不讲虚的，我们就是诚信，就是遵守纪律。期货一定有停损，设30点到50点。不管多单空单都是这样子，因为现在震荡比较大嘛，因为指数已经到17800了嘛，你震荡大一定要设高一点，不然的话你一下就会被扫到。那股票的话就是抓到重点，买重点就是 AI 就是重点，拉回早买点，不要去追高，拉回再来买都来得及，现在都来得及。我们抢红包专案陆续的推出来，买一送三，过好年送你免费信息2个月 ，K 线教学影片免费送 AI 金头脑给你，这就10几万了啦。这个单单这送给你就10几万了啦，那你说有这么好吗？对不对？你这10万块送你，你还阁未用来参加？啊，你要做什么股票？恁今日参加迄种拢讲假，互恁听，恁逐工涨，恁万一有较衰哦？我讲的这拢是真的，阮做是真的，遵守纪律，诚信为主。我们祝大家操作顺利，赚大钱。明天同一时间再见，祝各位操作顺利，赚大钱。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